今年中年以后管理专科学校美容保养科的学生最好穿插是歌德风，穿起来虽然真轻薄，但是却被学生向媒体投诉讲，其实穿起来并无爽快，因为外口所穿的背心伫咧热天真翕，而查某囡仔下半身会低悬，寒天则是寒到半死。而校方表示，如果学生囡仔对着制服有任何意见，其实拢会当伫咧班会顶头提出，和师生有共同讨论改进的空间。该中龄后詹美龙保健科的制服件是歌德风，顶头穿的是衬衫搭配格纹领结，再搭配甘马色的背心，后半身是穿短裙、黑丝袜，脚踏黑色的高跟鞋，相当亮眼。很漂亮，就是比较亮眼，很漂亮。男同学讲好看，所有学生投诉，表示顶头所搭配背心在热天时相当翕热，而寒天女学生无长裤会使穿，加上如果寒流来，身体冻袂调。对此，校方表示，美容保健科为创科以来，拢是由学生投票设计制服。如果学生对制服面顶有任何意见，会使伫班会顶头提出，让师生会使共同讨论改进。关于这套服装，因为我们几乎每年都有，就是做一个。在班会的时候做一个调查，因为我们也担心说寒流来的时候特别冷，但是大家知道嘉义就是热的时候非常热，就像现在已经一月了，它还是非常的热。然后所以我在十二月份的时候，我有再做一次调查，就是有没有同学就是觉得我们冬天我们改回原本以前穿黑裤子，因为以前最先的时候我们是冬天是穿黑长裤的，然后也是因为同学的反应，所以我们才把它改为裙子。不过，该中龄后转美容保健科制服，曾经入选台湾女高中生制服南台湾上水的制服之一。整个造型用甘马色的背心搭配歌德风的百褶裙，让女学生的气质满分。新闻调频改期采访报道。